的男的流星花一起来的人民，虽然今天的国家是平等的，总是我们有爱来感谢，因为那是无雨水，我们的土地，我们的山坡才能够在成长。我们再来听一首歌。我会稳定到赢你，但来今朝是一挂。
来拯救，予伊身躯迄个刺来面对伊。伊七个拯救几遍？三遍。怀疑到个内底，伊都拢有惊。总是我想，伊身躯迄个刺，一定是予伊非常非常的艰苦。所以伊三遍来求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予伊个刺来给我。总是上帝安那甲你讲。离开无，无离开，总是上帝恩典导引伊念。上帝安尼解讲，我的能力是伫软弱的人的身躯显出困难，我的能力是伫软弱的人身躯显出困难。咱拢是软弱的人，咱拢需要上帝恩典甲咱三个恩典，因为有伊，咱就困难。咱啥事软弱，就要啥事显出上帝光荣。将咱的软弱、甲咱的痛苦、甲咱的担架，咱拢放在上帝的面头前。这时，我欲邀请咱来看今仔日献歌队所要唱的诗歌《何乐伊大尊名》。若是你的手有酒喝，请你会当献献歌队今仔日所要何乐有一段话，非常非常重要。伊讲，当你接到主耶稣做君王，心中忧闷就离开。若你愿意，就予耶稣掌管生命，日子就要亲像出大太阳，闪时灿烂，水无比。因为救主耶稣带予咱欢喜快乐，因救主耶稣带予咱欢喜快乐，所以咱爱来常常来亲近伊，予主的话进入咱的心，予信心来引导咱。当咱要进入上帝心的时阵，咱就爱开始静静听，静静听。现代人要安静是一件非常无简单的代志。当咱在到厝，咱第一动作是做啥物事？开电视，因为咱做惊边仔无人无声，所以咱即马来学习安静咱的心，来到上帝面前。Yeah.